老板，他要一碗地瓜糖水。我老婆过半个小时就回来。我知道。和你赌一碗糖水，他撑不过十分钟。你好狠。不过他确实看起来一脸肾亏的样子。赵少兰，你表姐回来了，她今天晚上老地方请你吃饭。50块钱又嫌多，还说爱我，骗子！